现在我们根据安装线图测量出滚筒三滚到牵引机的安装距离，测量出来标记下来。现在我们测量出三滚到牵引的距离是7米，根据安装线图刚好在这条线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测量出牵引机的中心位置，找准牵引的中心点把它标记出来。测量的牵引宽度在2米8，现在它的中心点在1米4的位置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测量牵引的后端，找准它中心1米4的位置，画出中心线。好，摆放完牵引机的位置之后，我们来测量三滚到牵引之间的水平线与对角线，做一次检查。现在我们来在三滚上找一个基准点，起始端在三滚，末端在牵引，我们先测量它的平行线，然后在牵引上找一基准点作为末端，来测量牵引端到三滚之间的水平线距离是在7.2米。现在我们来测量另外一侧三滚到牵引机位置的水平线，同样是在三滚相同的位置找到它的基准点。现在我们来到牵引机的这一端，这边的距离也在7.2米，就代表它的水平线距离两侧完全一致。现在下一步我们来测量三滚与牵引之间的对角线距离，找到相同的基准点。现在我们来牵引这一端去记录它对角线的距离，这一端是7.7米。好，现在我们测量第二组对角线，也是在三滚，找在相同的基准点，这是起点位置，在牵引对角相同的位置找一基准点作为末端，可得出距离在7.7米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三滚与牵引之间对角线水平线的距离完全一致。